可以耽误你一分钟吗？啊，怎么了？我在这边做街拍，我觉得你挺有型的，等你拍个照片，可以吗？我们，那我们就这边吧，好吧？对，你看我镜头就行啊。好 ，OK。哎，我这边有录视频，我可以把刚才那个视频发到我的社交媒体吗？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怎么称呼你？安吉林。安吉林。对 对。我叫徐旭东。啊，你好，你好。幸会，耽误你时间了。嗨，可以跟你拍个照片吗？一分钟，就在这里，可以吗？哦，可以可以。啊，你到这边来吧，到这边来，然后看我镜头就行啊。哎，稍微等一下，你眼睛可能有点挡住了。OK， 谢谢。我可以把刚刚的拍摄过程传到我的社交媒体吗？可以。怎么称呼你？Kat，K-A-T。啊，我叫徐旭东。好，谢谢。幸会。谢谢。